刘强东、张泽天合体秀恩爱，力破婚变传言。自从刘强东的出轨事件爆出后，弄得满城风雨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他和奶茶妹张泽天的婚姻传言。有网友爆出他们已经离婚，张泽天为了避开刘强东而选择去英国剑桥大学进修。一系列的动作后，吃瓜群众开始各种拼接，得出的结果是他们两个真的离婚。但最近有媒体拍到刘强东跟张泽天同框，两个人还秀恩爱，看来刘强东出轨事件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婚姻，或者说好像没那么回事，只是觉得他们很强大。当天张泽天穿着连衣裙，贵气十足，手足间更显成熟，他看起来心情很好，和朋友聊得热火朝天，恨不得来个秉烛夜谈。张泽天还邀请朋友一起合影，让刘强东帮忙拍照。刘强东给他们拍完照后便跟朋友道别，之后带奶茶妹张泽天一起乘车回家。